哦，我们一进来直播间，有没有感觉你们来到了新家？欢迎来到直播间 ，Hello， 上一盘哈密瓜，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吗？来了吗？哇，来了吗？哈密瓜， Hello. 哈密瓜很甜呢、欸。来来来，哈密瓜，哈密瓜。哎，你不是有准备什么烤羊肉串什么这些东西吗？哎，没有，先吃哈密瓜。我、哦、吃看一下哈密瓜，超甜，我今天吃了。新疆的西瓜也超甜哦。根红教练很辛苦，经历了一整天的跑男的录制之后呢，直接来到现场，然后呢马上要带大家一起跳操、哦、运动过瘾。只有这种体力应该只有刘教练能做得到。来 come on， 今天来到新疆，特别是在这里要直播，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风光了没有？对，感受到了没有？后面是新疆的天池，天池是不是？哇，太漂亮了！虽然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先放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后面那种宽阔的场景，仿佛我们好像到了户外一样。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场景很特别，对，就是呢，如果我们前进的时候，你就会被我们两个人这个全部都遮住，对，你会看不到后面的风景。是，可是待会我们跳操的时候，我们一到后面去的时候，你就仿佛来到了新疆的天池，哎、yeah, ，很特别、哦，是很感觉很特别哦。Hello， 欢迎你，欢迎你们，哈密瓜，欢迎你来直播间，也欢迎你下次来新疆玩。有没有在新疆的朋友今天有见到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外面全部都是人哎，新疆的人民太热情了，嗯，新疆的朋友真的太热情了，外面全部是人。但你要知道，如果天气是爽朗的就算了，大太阳底下，对，他们站在那个地方就跟我们碰一下的面。各位，现在已经30多万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啊，欢迎大家赶快进来到我们这边。Hello，Hello， 哎，大家好，我们今天 Either, 是吧？我们今天不是这个演出综艺哈，我们还是要跳操，我们只是要告诉你说，我们现在人在新疆，对，我们要在新疆，先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服装非常的特别，对，告诉大家一下一件事情哈，这服装是有故事的哦，对，音乐小声一点点哈，一点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昨天我飞到新疆的时候已经将近12点钟了，但是大家应该有看到在抖音上面，我有一个我们的那个根红小男孩，小男孩跟他的爸爸妈妈真的就是等到我12点出来，然后他们呢还送了一封信，弟弟写了一封信送给我们，然后真的来现场接我们接机，我看到其实非常的感动。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根红男孩女孩对朋友们，但是呢他送给我们这封信，然后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对，简单的念一下让大家能听到。他写的小弟弟呢鼓励的话就是圆圆的，对对，看一下哈，很棒，所以我来到新疆觉得很棒。他说你们好，通过这段时间的坚持努力，我明白了健身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因为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在这段时间我也有想过偷懒，想过放弃，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好的身材健康的身体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现在有没有在现场？我知道你一定在，对不对？对， Hello， 好，也许有人会说减肥太累，我要放弃，累吗？累就对了，因为舒服是留给失败者的。 哇，你看，所以你只要他平常有在听你说话，肯动就已经超越大部分的人了。最后我知道了，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下苦功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好不好？李旭涵 OK， 哎，我刚刚看到是不是他刷的那个小兔子，对不对？欢迎你，谢谢你。好了，来，根红叔叔跟这个 Vivi 阿姨在这里要鼓励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而且呢一直达到你梦想中的样子，好吗？好好，最重要是健康。你现在呢稍微肉肉一点，不要怕，你要健康，有常常动就好了。爸妈妈妈也不要在他饮食上面给他吃的太少，要给他吃的营养丰富一点，只要保持动，让你长高长壮，好不好？跟着跟刘教练一起来动，我相信你会越长越帅，越高越壮，好吗？所有50多万的人已经到我们直播间了。Hello， 来，我们现在人在新疆，然后呢这个衣服呢是刚刚那个小弟弟送我们的，他也送我们的礼物的，所以我们今天穿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跳操之前，谢谢你送给我们的衣服，我们会把它带回去留作纪念，我们也在直播间秀一下，带出这新疆的一个风味给大家看，谢谢。然后待会今天
我们有神秘嘉宾来到我们当中、哦、到底会是谁呢？会是谁呢？请别离开，赶快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好，今天直播间会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今天是来干嘛你们应该知道吧。对，我来录什么？今天是录节目晓得吗？录跑男。对，你不用讲了，你让他们猜一下嘛。哦、来录什么吗？我要弄个梗，你就跑。好了，快60万人了，加油！好了，欢迎大家进来，我们一起先来暖身一下，动一动，好不好？好，那我先把衣服脱下来。对，我们要开始。来，班长跳不了，跳操了，不然你们会一直以为我们要录综艺，然后你们就想说今天要偷懒。对，那是不可能的。现在60万人在我们的当中，鼓励大家一起进来。今天还有神秘嘉宾，到底会是谁呢？今天大家有在新疆的朋友们，赶快通知他一下，欢迎大家一起来。今天在外面我大概看到了大概成千不要几千的人排得满满的人，因为我看不到后面到底多少人在大太阳底下、跟着我们每一个场景去，然后跟我们挥手，我真的很感动，太热情。然后因为我跟蔡徐坤坐同一辆车子，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真的，他们跑男到每个城市真的都有很多的人欢迎，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棒，感受了一次，今天感受了录了跑男，也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我跟 Vivi 第一次来到新疆，很高兴今天要在这边跳操了，来吧 ，Let's go， 耶、yeah. ！我要带所有新疆的朋友，还有各个城市我们的男孩女孩们一起跳起来、yeah. ，Music， 来，我们暖身哦，来，活动一下 ，Hello， 各位，如果你刚进来，帮我们持续按一下赞好不好？让我看到你们今天的热情，其他天我不要求，今天大家按赞热烈一点。让大家看到我们男孩女孩们的热情，让新疆的朋友看到，让各个城市看到，好不好？ Come on， 来 ，Let's go， yeah， 准备，这距离可以吧？可以。5 4 3 2 1，脚先走。音乐要不要再大声一点？对，音乐再大一点。Come on， 对 ，Come on， 音乐再大一点，最大了，啊，好吧。柯南一点，走上。教练，我就说你的喇叭不够大啊！我在前面一点。哎呦，这样我们怎么感觉这个直播间这么宽阔啊？对对，啊，加油 ！Come on， 欢迎进来，70万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双手，加油！左边有踢到，加油 ！Come on， 拿高一点点 ，Come on， 再一次，欢迎大家进来。记得刚进来的设关注，领左上角的福袋，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走画圈，不同的环境跳操有不同的感觉，然后我的背景感觉在山野里面，在天池啊，对，我们的背景是新疆的天池的一个大图片、Come on， 来手往上，加油 Come on， 手举起来 Yeah，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好不好？现在我们正在暖身，不要坐着看喽，开始动一下喽！跟着我们一起，在今天的直播间，全身燃脂，全身雕塑，双手 ，Come on， Oh yeah， 再一次 ，Baby 怎么样？感觉如何 ？Oh yeah， 交叉一下。如果你刚进来的话，帮我设下关注。待会今天我们还有神秘嘉宾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跳操。Come on， 一起来哦！准备你的水，准备你好的运动的装备，跳操垫，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下、中、上，再一次中、下，很好。再一个，刚进来帮我们按赞、设关注，跟着我们在今天，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场景，欢迎来 ，Come on， 手举上 ，OK，Come on， 动起来，双手 ，Yeah，Come on，Let's go， 来，跳起来，动起来，轻轻松松，简单的动作，带大家一起来暖身一下 ，Come on。吐气，最后喽 ！Oh yeah！ 刚开始这环境啊，在跳的时候还有点不太适应，怎么样？大家知道我们在哪里吗？觉得场景很花，对不对？是比较大山水的感觉，
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素雅的感觉不一样，好像我们真的就在一个大山水里面。大山水里面。OK， 好了，今天呢，先用暖身的部分，大家要暖暖身，因为我今天来录跑男，所以呢，在过程当中，我就希望还是不能够不带大家健身，视频录完，我就赶快冲来直播间。对，各位你准备好了吗？像我们正在暖身，请你呢准备好你的运动的设备。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神秘嘉宾也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敬请期待，有大家陪你一起全身燃脂、全身带做。今天我们跑男遇到好多的朋友，好开心哦，还有很多哇，好多的人，不能说的，对对对，有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虽然说我们这个今天教练录了一整天的跑男，他们说声音很小哎，你是用哪个麦克风收？我们的麦克风收。那不行，这喇叭不够大，你这怎么办？它会不会没电？对呀、啊，是不是没电了还是怎么样？声音太小了，对不对？对，我也觉得声音太小。那你们刚刚试的时候没有看到吗？有，刚刚试的时候声音很大。好，我再给你们一首调整的机会，快点。好，来吧，来，我们第二首，先来一个公公偏头痛，好不好？来，对，有没有大一点？有大一点。好，他可以用大一点，音乐太小了，对不对？好好，我来调整一下。如果你觉得卡的话，三个点下面右下角按一下。好 ，Come on， 对。加油，来吧，来，公公偏头痛放下，来，你们配搭一下，准备一下，我们今天来新的一个这个现场，所以呢，有一些我们需要调整的，然后欢迎大家留下来，赶快今天跟我们好好跳操，好不好？你再按不了，他那边按大，这个位置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因为我现在没有及时的时间的位置 ，Come on， 简单的改善圆肩驼背，大家一起练起来，手心向上，第一个动作。手心向上，第二个动作夹，第三个 ，OK， 手臂 ，5、4、3、2、1，Come on，Let's go， 竖气，很棒，再一次 ，Come on，Yeah， 吐气，5、6、7，Go， 夹，很好，再一个。很棒，抬头挺胸，看前方，手心向上，加油，5、6、7 ，Go， 往上推 ，Yeah， 可以吗？再一次吐气，把你的背练一下 ，Oh yeah， 对，脚点一下 ，Come on， 加油，动起来。70多万人了，跟着一起跳起来，加油！不要翘二郎腿，说你的。再一次点 ，Come on，Yeah，Yeah， 声音还可以吗？来，手心 ，Come on， 吐气，打开过胸，再一次。出气，很好，5、6、7 ，Go， 手心向上，这是我们临时搭的场景哈，各位不要要求太高 ，OK， 5、6、7 ，Go， Come on， 谢谢，今天我们在的酒店帮我们设定了一个好的地方 ，Come on， 跟着一起。加油！吐气，3、4，点一下 ，Come on， 耶、yeah ！吐气，啊！叫大家加油一下啊！加油！欸、我们啊，我跟你讲，我们的背景啊，选很久，选了一下午。再一个 ，Come on， 加油！对，跟我们一起暖身哦 ，Come on。改善圆肩驼背的动作，跟着跳起来，呀，5、6、7 ，Go， 呀、yeah! ，好，我知道大家为什么觉得小声呢？因为今天我们负责设备的人，他带的只有音响，他没有接到里面，对不对？你没有接到手机里面吗？他是外放的音乐。过去我们都是外放，然后你还带一个比较小的喇叭，所以他们就觉得小声。其实要带再大一点。对，以后没关系，因为我们第一次出门嘛，所以我们下次
就会按照这个配备慢慢大家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要这样有经验。而且我们今天光选景就选很久，哎，就想说如果是只是选一面墙，那哪一面墙不行啊？对，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到新疆？所以我特地选了一个天山新疆天气的背景给你们。对啊，大家应景一下嘛，好不好？看起来是很花，我也觉得很花，可是如果不让你们看一下新疆天池，感受一下，感觉好像没来到新疆。没有来到新疆，我这样弄一个平常漂亮的酒店，看起来没有感觉到来到新疆。哎呦，好，神秘嘉宾先坐一下下，马上就可以看到你。好了，来哦，接下来待会我们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会来到当中，音乐可以对不对？那来吧，我们先来踢腿一下，赶快，来加油！一起，我们把下半身暖一下。待会呢，这个大家热起来之后，好不好？持续帮我按一下赞。鼓励一下所有各个城市的小伙伴，也鼓励今天如果这个你第一次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赶快纪念一下，因为下次再来新疆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难得哦，礼拜天的晚上欢迎大家一起聚集进来跳槽， Come on let's go。 哦，今天是礼拜天晚上，对，来对、啊、来暖暖脚，一起五六七 go， 简单的一二幺，循序渐进，量力而为，跟着我们一起，一起来 go， 一二一二，我跟你们说过，就算我录节目我也不会放弃你们的，对，然后对我们的场景要求不要太多了，哎，他们说不错了，可以啊，我说有些人啊，跳跳踢很棒，再来一次，Oh yeah， 吐气，很棒，各位跟着一起来哦，脚踢起来 ，OK， 吐气，手牵手，手牵手，我跟 Vivi 第一次在新疆直播，开心跳高 ，Oh yeah， yeah， 很棒，帮我们持续按赞，一起动起来 ，Woo， come on， yeah， yeah， 来。点一下，吐气，脚往旁边点啊、哦，准备踢腿。OK， 哇 ，Come on， 吐气，脚踢高，再一次，高一点哦，把脚暖一下。很棒，吐气，五六七 go， 开合跳，跳起来，七十多人在我们的当中一起跳操，鼓励大家 ，come on， 动起来。如果你在看，帮我们持续按赞，给我们鼓励。五六七八，再来一次。Oh yeah! Oh yeah! 五六七，停，脚踩，很棒，可以吗，各位？那么习惯了吗？呼气，加上身体转身，来跳转。Oh yeah! Come on!带着你今天跳操的兴奋度，动起来 ，Vivi， 加油！你一直被我挡到的感觉，是我吗 ？Come on， 打保龄球，很好，吐气。加油，吐气 ，Oh yeah， 再一次，OK， 啊 ，Oh yeah， 哇，有些人觉得很卡，记得那个右下角三个点点点的地方，你调一下解析度。调低一点，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卡了。喝口水，调整一下呼吸。
哦，这条这个超啊，真的有点喘。对，而且我跟你讲哦，新疆还没有太阳下山呢，我们现在是白天，现在大白天，告诉大家10:30才下山这里。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也来路跑男，所以呢遇到了很多朋友。那今天呢，待会有一位嘉宾会来到我们的当中，跟着我们一起来跳操。哇，他是充满活力的，绝对是让人敬佩的一位女嘉宾，女嘉宾真的，但是大家就知道了，好不好？来吧，我们现在再来跳一首，再来一首歌，我们就欢迎她上来，好不好？再来一首歌，再来一个什么歌呢？来，对，啊，再来一个，我们来一个这个牛仔吗？好不好 ？Come on， 来牛仔，来一下，加油！现在几点了？50分了，来吧，牛仔很忙，一起跟我们跳起来，好不好 ？Come on，Let's go。Yeah, one, two, three, go. Yeah, 手往上举，双手。Yeah, 很好，手往上。我在这个地方，牛仔很忙，过瘾哦。加油。双手双脚，那你往前一点点。Oh yeah， 不要麻烦，往外。Oh yeah， 往外。来踢腿，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一二三四。5, 6, 7, 8，跳，吐气，加油 ！Come on， 动起来喽，各位，让我们的脂肪忙起来。今天全身男子全身雕塑，再一次 ，Come on， 双手双脚 ，Come on， 吐气。Oh yeah， 手往上抬，很棒。我们再一次，双手一起，加油，动起来 ，Go！ 来，别麻烦 ，Let's go！ 跳起来，跳起来，往外，不要麻烦了，刘教练，你做错了。你跳反了，刘教练。OK， 踢腿，5, 6, 7, 8, 5, 6，再跳一下，单脚跳，训练你的核心，单脚用力，来，有没有喘？往外，很喘嘞。哇，好漂亮的飞机 ，Come on。再一个 ，pose 准备 ，Yeah！ 哦呀，调整一下呼吸，喝一口水，哇， 小声一点点，真的很喘。然后，今天来了，大家期不期待看到嘉宾？期待的帮我刷下期待。然后喝一口水，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因为下一首歌，你们猜我要跳什么歌？哎，当然就是大家女神啊，女神操。我以为要《本草纲目》了，我想故意让她上来跳一下女神操，因为她是一种，她是一个女神。最近她有参加一个节目，哇，也很棒，大家应该看到都很喜欢她。对，待会她上来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她是谁。然后呢，她参加了什么节目？对，然后她呢也是跟红女孩，她老公呢也是跟红男孩，让他们在我们跳操的过程当中，她对我们家呢也是认识了，非常的了解。哇，今天跟他聊天非常的愉快，我们第一天见面就觉得非常好相处，好像认识很久这样。对，好了，来了，让我们来欢迎一下，好不好？非常可爱的许梦桃，掌声鼓励一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你讲，他也非常喜欢你，真的，真的，我一直是抖音，对，我这样，这是哈，对，对，这里。这你们弹幕没打对呀，刚才。有没有刷一下？知不知道这是谁？
对，你参加的这个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对对对，我也有看你上姐姐啊，对，各种表情包，可爱。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这个女生太可爱了，对。然后因为你讲话呢各方面，这个都很直接。如果是在家里面跟耿宏讲说，我觉得如果我跟许梦桃碰面的话，我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哎，真的可以的。我一直看你抖音呢，就是你平时的这种私自就是做饭啊、生活这些我都有看。哦，你肯定好瘦好瘦啊，真的还好，真的，是不是太瘦了？所以我们是互看的网友，然后互相欣赏。来，你们两个站一起好了，这画面给你们好了，好不好？让大家进来，我们现在跟我们的这个男孩女孩们打声招呼。对对对，这边跟他再拍一下。刘哥、高红的男孩女孩们，大家好，我是陶蛋蛋，我是陶小豹，我是徐梦桃。耶！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跳操。好，我呢没有马上要跳本草纲目，我先故意呢给你看跳一个别的女神操，女神操，这个可能呢动作不复杂，但是呢很多人就强度呢也还好。我们有跳过吗？有跳过。我给你看看，我跳毽子舞，毽子舞一样。我跟你讲这个操呢，我就想看看跳完如果你跳得好就是女神。真的？哎呀，可以哦。行，那我们安排上呗。来吧，我们来一个，你站的位置我们来调整一下下。我们起来一个女神操好吗？来，好，动起来。很简单哦，动作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屁股先做下蹲，然后左右，然后我们动作呢会做到二头、三头，哇，对对，三头的时候这样要这样子啊、对对 ，OK， 然后呢下上，就这三个动作，对，可以哈，哇，你有这个天赋，可以有了，很高了，高了，姐姐，我觉得你远了一点，你近了一点，远了远了，对对对，远一点，那你站站脚下，站这边，这边是这样，这样可以看到你， OK， 可以。然后你站过来点，好，我站这边，好，对，这样子是不是？注意脚下，可以哈，好 ，OK 哦，来喽，女神操，放音乐 ，Come on，Let's go， 过来，来各位，冲起来，帮我们持续按赞，给许梦桃加油一下 ，Come on，Let's go， 跟着我们起来，女神操，各位女神们、男神们，跳起来 ，Two Three Go， Yeah， 男女孩，让我们一起欢迎桃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好。Yeah！太激动了，吐气 ，Come on， 加油 ，Come on， 加油 ，Let's go，5，4，3，2，二头动上 ，Oh yeah， 很棒，哎呦，不错，加油各位，加油 ，Come on， 嗨，可以吗？必须的，再一次。先把前面第一个动作跳熟悉，对，我要来三头，手上面，要，很好，大家持续帮我们按一下赞，加油！我这么久了，桃子姐看不到了，桃子姐，对，再一次，吐气，哎呀，哎呀，哎呦，这个二头真有感觉呀、对，对，有感觉，真的有，下。Come on, let's go. 吐气 ，one two， 五六七个二头。Come on， 摇起来，吐气，可以吗？我感觉腰都有一点，全部的，三头。再一次，吐气，下上，好酸啊！上上上，右脚，右脚，跳，走起来，再来，再一次 ，Come on， 变女神，哇，来摇就好，吐气，可以吗？棒棒的，真的有感觉吗？有感觉了吧？真的，很棒。现在来，先曲梦涛在我们的当中跟着我们一起跳，直播间非常热闹，赶快启动起来。Come on， 右，左，再一次，二头。Come on， 三头，吐气，很好。来下上，一二，右左，右左，
哦呀！哇！我想，太帅了，可以耶！完成了第一首，现场跳感觉真的更好，是不是？真的感觉不一样吧？不一样，就特别有那种现场那种活力，对不对？对，活力。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有将近80万人在跟我们一起跳。继续来，我们要突破，先突破百万。先突破百万人，先突破百万。可以，没有问题，大家来。接下来你知道到什么歌了吗？难道是？我先给你喝个水。这个你必须喝水，真的。各位调整一下呼吸，帮我刷一下《本草纲目》。来，今天呢，周深呢就跟我讲说，叫我带着大家一起跳一下《本草纲目》。你知道外面不是一群人吗？对。我们就在那跳起来一下，真的蛮有意思的。哇，大家非常的热情，谢谢你们持续帮我们按下赞。各位，此刻我们一起来跳本草纲目，然后欢迎徐梦桃，今天第一次在直播，要不要跟你老公说什么话？他就在这儿看的，对对对，跟在这儿看的，你跟他在跳吧。王心凌还等什么呢？跟着我们原创的团队一起来呀！来，一起跳起来，好不好 ？OK， 本草纲目动起来 ，Let's go， 准备，耶！各位，全世界最多人在跳的一首操。就在今天，我们在新疆再次带动大家一起跳起来，加油！今天跑男的小伙伴们也跟我们一起跳了，欢迎你一起进来，持续帮我们按赞，跟着我们跳起来。四个动作非常简单，只要你愿意，都会，好不好？记得循序渐进，量力而为 ，Let's go。再一个，吐气，腿抬高，不，加油，吐气，来喽，我们要进肥油，大起来，很棒，左脚。走起来，来，加油，用这个肥油，咔咔的掉，两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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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脚底，哦，来，从头 ，1, 2, 3, 4，胯打开，抬头挺胸，加油，5, 6, 7，再换腿，1, 2, 3。腿抬高，看谁腿抬得最高，举起来，多练。哦耶，现在忘了，现在都有点疼。加油 ，one two three four， 再来一次，5, 6，交换来腰，腰间的肥油，咔咔跳，连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跳，连线，马甲线，我想要，来。脚底，吐气，看脚底，哇哦，调整呼吸，休息一下，再来，太帅了 ，Go， 再一次，最后各位坚持下去，加油，加油，呀、yeah ，很棒。5, 6, 7，腿抬高，哎，哎呀，出气，稳住，我们能赢。腰间，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线，马甲线，我想要。左边，好。试一下，加油！1, 2, 3, 4, 5，耶！太帅了，完成了。奥姐，你干嘛？其实也可以啊，累了，累了。哎，你一整天没动，你累什么？我们两个，今天用了一整天，奔跑了一天，奔跑了一整天。
好不好？来，我都不敢说你们，喝口水，我不敢都不敢问你们内容，对，因为怕你们透露秘密，所以你们要看播出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对，今天我们来到新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是不一样的。但其中唯一的秘密就是，你们这个播出之后会有淘淘在，对，刘哥也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两个至少今天是一对的，对，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做比拼，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记得收看一下，嗯，好不好？好。此刻跳完《本草纲目》，再让你来，跳一个，心肺比较强一点点的，可以。今天礼拜，今天礼拜天嘛，对不对？好，让大家调整一下呼吸。今天礼拜天哈，一加油。今天礼拜天我们可以稍微不用这么辛苦。我知道你在等刘教练跳完这个操之后呢，我们再玩一个小挑战。对，什么挑战？跟淘淘的挑战。是，好，待会告诉你。好，来了。让你很累了之后再跟你挑战。先把他弄累。没问题，来吧，各位。不啰嗦，我们现在先来一个周大侠，好，把心率拉高一点点，在此时此刻，对，心率再拉高一下啊。今天你刚好看到我那个搏击操了吧？对呀、啊，非常的累，对，哇，加速，非常累，过瘾，一起来 ，come on， 音乐放下去 ，come on， 加油 ，come on，go，let's go， 一起来 ，come on。动起来，透过搏击操，手背、核心用力 ，Come on， 非常简单，非常用力 ，Come on， 左拳、右拳、刺拳，带腰，吐气 ，One， Two， Three， 再一次，勾拳，手击，勾拳，手击，再一次。下勾拳，好，再一遍，快，这招可以，再一次，好，再一个，过瘾吧，加油，冲，加油，打拳，耶，核心啊，核心，手往上举，好。加油，各位！想要变成小肚腩的，加油！成为小肚婆的，快！哈！起来！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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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哦，对，最后一个组合拳，好，一二三四五六，加速，好，快速的，加油，各位！最后掌声，全力以赴。OK， 下一次，嘿，哦，嘿，棒，哎呀，完成了，太有。你还 OK 吗？我 OK 的。哇 ，OK， 体力不错、啊，好开心啊！来个挑战，怎么搞？吃瓜挑战？什么吃瓜挑战？吃瓜挑战，太辛苦。新疆的哈密瓜是不是？太辛苦太累了，所以吃瓜，来吃瓜。嗯，好。新疆的哈密瓜，你们今天在录影的时候有没有吃很多？没有，我们来不及吃。我们有吃西瓜，没有吃哈密瓜。对，哈密瓜甜吗？好甜，好甜。记得来新疆要吃哈密瓜哟。哇，太甜了，弄得我很想。是新疆卖哈密瓜的感觉，没有连接哈，不好意思，只让大家知道一下，新疆呢的西瓜，因为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西瓜特别脆，哈密瓜也超脆的，好贵哦，好舒服，好好吃，这就是你的挑战，对不对？对，挑战。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请他来呢，还有一件送行，我觉得他真的是鼓励了非常多，尤其在运动过程中的人，因为我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经历许多次的失败，最后挑战成功。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不管在他们在减肥的路上，或者他们在人生挑战上面，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对，会有失败的状况，或者大家的言语，会觉得
你的状况可能不够这么好、嗯、你可能未来没有机会了，嗯，在这样的状况你怎么样反败为胜呢？就是我首先会感觉，就从健身也好，从自己一直以来的能坚持到最后的时候也好，首先你的目标还有你的信念还有你想要什么很重要。对，就像我们现在在运动也一样，是，就是我们每天坚持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可能有的人是为了瘦，可能有的人我就是为了健康。对，但是只要这个东西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做的，可能中间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也会坚持下去。对，因为它是对我们好的。是，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你最后你呢，嗯，很多人一定会怀疑你能不能够再拿到所谓的、嗯、就是你奥运冠军，拿到奥运冠军。你自己在那个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我当时就是想了，人生不虚此行，然后我做给自己看，我不留遗憾，奋力一搏，我全力以赴。嗯，我洒脱。当我无论结果是什么样，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能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我说徐梦堂你尽全力了，我要拥抱你，无论结果是什么样的话，你都是最棒的自己。 好不好？ Yeah! 加油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我觉得每一次呢听到他们讲这样的话不是说而已，但是我有个问题，但是是不是能真的做得到但不一定，还有问题，对，不要现在问、嗯、等一下问、啊、对，等一下问然后因为我们一次大概休息一分多钟，好，我要带他们再跳。好，接下来我要来一个舞蹈，这个是考验的、啊、嗯，孟豪、嗯、这个呢、嗯、要考验你的柔韧性了、啊、真的吗？蛇舞，真的、啊、你知道这首吗？我想去尝试一下。你、对对对，好好好，挑战一下蛇舞、yeah! 挑战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看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蛇舞。各位一起来 come on， 来、哦、来来来蛇舞、哦、哎呦，我看他都胸有成竹，哎，怎么会这样？这音乐就感觉果然是有得扭起来经历过风浪的女人。你要看厉害，那个位置上站 OK 吧？一个位置看到你吗？看不看得到他？来，我们从这个动作开始喽， go， 扭一下，转过来，我有新疆感的，我有，对，胸，对，吐气，哎呦，很棒哎，太帅了吧这个，屁股。屁股往后顶，再次，一二，扭一扭，再次，腹根，再次，来摇了，摇起来！哇，哎呦，大会，很好。我应该是右腿哈。对，换左腿。左腿。蛇腰。蛇腰。左。来。往前，往前。对对。胸。很棒哦，各位加油！吐气，臀。朋友们，我跳的还行吗？没跳很好哎，初来乍到，过度关照。哎呦，这个平常在家真的有在练的 ，Come on， 加油，男孩女孩们！旁边，吐气，再次，走起来，一二。摇起来了，再一次，小赵同学，哎呦，哎呦，你越摇越好嘞，对不对？你是运动员嘞，哇，你这给我们很多男女孩们信心了，加油，富哥再一次，我们爸爸妈妈一起做，加油，动起来就好了。再一个，耶、yeah! yeah! ！哇，对了，可以吗？你很棒哎，真的吗？你很厉害哎！哇，我真的是不惜死强，太帅了！跳的好不好？哎，有没有跳？梦桃跳的好不好？你说，很厉害，可以哈？对呀、啊，可以吗？好，大家很棒，好，哇！谁四边不行啊？对对对，看这边啊，这啊，对对对，啊，这里也有。
对，刘教练真的瘦了，真的好瘦，他们欢迎孟涛，谢谢谢谢大家。让孟涛跳的好不好？很好吧？好，我第一次跳，这时候我真的真的，就是你在跳的同时，我在后面学着跳的。哇，骗你，你小狗。我哎，给他拍手，能让我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去参加几届了。对对，他现在就是被训练的，因为他能力非常强，随时随地都可以跳上。其实刚开始很多人怀疑，他说他去是不是能跳舞，因为毕竟他只是个运动员。对对，而且他那个花式那个，空中技巧，对，不是每个人在做这些运动的人都会跳舞的，对，唱歌对他来讲是个挑战，但是他还是用他的实力跟努力，让大家刮目相看，结啥目瞪口呆，结啥没有，就是有的就是勇气跟努力，对，力气跟就是我们不行，就是勇气，对，放开自己就是练嘛，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不一定会，但是就是跳，我们一直练，哎就会了，就会了，身体就越来越协调了。好了，再来考他一个，我们来练一下腿，一个动作，简单的腿动作，好，带你来训练一下你的对协调性，臀，这是臀腿，好，要蹲的，做一些臀腿的动作。然后呢，考验一下你的脚 ，OK 因为他今天表演了一个核心的肌耐力，是我觉得太厉害。他站在瑜伽球上面，站在上面哦，我能跪在这个上面，但站不了上面。他竟然站着，非常的简单。站在瑜伽球上面，所以他核心站在这么大的瑜伽球哦，站着，嗯，来，太厉害了，踢，嗯。Come on, let's go！ 一起来，把你70%的肌群、臀腿动起来，帮助你全身燃脂。跟着我一起来练就没错了。各位把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开启你的人生，让你人生开挂啊 ！Go！ 脚向内，对，吐气 ，Come on！ 再一次 ，Come on！Yeah！Oh yeah！ 吐气。然后脚准备颠起来，往外。这个漂亮，这很瘦小腿的。对，五四头肌。还有臀。对，对，漂亮。顶起来，再用臀腿的力量一起往上顶，整个。再一次，很好。这可以啊，这个尤其对我这样膝关节有伤的，对，练练股四头肌。很棒，它不会让你的膝盖。是的，是的。对。再一个，我来接，六，七，够，来蹲，来蹲了，右臀而已。再一次，没有啊，我忘了这个，旁边，对啊，点一下，啊，不是那个，来，对，来，再一次，点一次 ，1, 2, 3, 4，再来 ，Come on。再一次，加油！不要停啊，要练起来！五、六、练稳定，是练稳定性要练。来，二、三、四，换左边，这会有点累。啊，换右边。再一次，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四，换左边。股四头肌。五十级，再一遍，臀中肌都有点酸。OK， 漂亮，吸吸气，来调整呼吸。哎呦，厉害耶！哎，这个真的核心还是厉害，原地踏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一个，大家完成今天第一个的运动。Come on， 来，再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Come on， 再一次，走起来，怎么样？来玩一下子 ，Come on， 五、六、七、八，脚尖，加油，吐气，漂亮，再一次，重在坚持。来，脚尖，吐气，右边，左边，对，腰挺直，臀向后，啊，耶，可以啊，哇，各位，真的，过瘾吗？这个过瘾，帮我刷过瘾。真的，爆汗的帮我刷一下，爆汗，对不对？再帮我拿前面那个。从上到下，
然后教练排的后撤，对，非常的好，出汗。今天呢，在直播间多了我们两位嘉宾，过瘾，对，什么？他们说过瘾，过瘾，对不对？练的爽吗？爆汗了吗？过瘾，爆汗，厉害，过瘾。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队员来了，对，也是奥运冠军，对，哇，这个呢，待会我们来欢迎，怎么样 ？Vivi 坐着吃瓜子，那我先替 Vivi 姐吃一个，哇塞，对。今天太甜了、哦、我跟你讲、啊、因为今天嘉宾太多，他也是你的莉莉姐又得到一个可以在旁边休息吃瓜的机会了。我跟你讲，他是一名黑侠士，就跟我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的驻华奥运冠军。对，然后再跟各位说一件事情，他们两个当时在奥运会闭幕式是高举中国梦，我们真的一个你坐在他的肩膀上面，对不对？对，各位，哇，现在他驮我应该更轻松了，我比之前瘦了，瘦了很多，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他弱没弱、啊、我听说他最近不太没有太运动，刚刚跟我们比赛的时候，他是那个速滑、嗯、对，就等于像是速度滑冰，像是跑步的百米一样，然后他的冰上是500公尺、哦、所以他速滑非常的快。所以大家知道谁吗？知道吗？刘哥今天晚上练的，对，今天练他。刚才咱那招不行，再全用上，用他身上，全弄他身上。对，我再用他多。他需要减肥了，是不是？他太久没动了，真的。你看咱这身材，嘉宾一个，我再让他再来跳一次《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都轻松他了，都轻了。跳那个，薇薇姐哪个最难来的？刚才那个龙泉是不是？龙泉，你这个，对对对，啪啪啪啪啪啪，蛇舞刚才这个是不是？练他，叫他跳蛇舞是不是？来。来，你来大声介绍他一下。大家好，有请我的冬奥会搭档吧，高廷宇隆重的出场。来，高廷宇，去了。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来，天宇，在这儿吗？这个。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廷宇。高廷宇，还有他们呢，都是奥运冠军。你看过他们比赛，你就知道，我们是真的在那个场面上被他们的神情。他们的运动的精神给征服了。今天呢，正好我们一起录节目，啊，累他，对，累了。然后他说他呢，得了冠军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对，养尊处优了一下，对，放肆了。你看小脸蛋，今天要带他来练一下。我跟你讲，不啰嗦，我今天呢，先带他来练一个稍微这个。看他的，我们先大家练一个，把他心率拉起来的。对，本草纲目先帮你练，好，再来一次，好不好？奥运冠军陪你练，不用陪，走吧，不用，没有，不用，再跳一次本草纲目，好不好？来，把微信给累上了，有点累他了。对，再给他跳一次。在旁边你看这位大姐，真是，看当吃瓜群众。来，我们站下位置，好不好？大家跟我们再跳一次本草纲目，来，左右，你站近吗？天宇，看一下镜头，帮我看一下位置，可以吗？可以吗，各位？准备好了吗？我要往哪边？讲话没关系。好，来。对，这边一点。OK 了哈，那我们就这样了。OK， 准备 ，Let's go。动起来。本草纲目。我先考他这一关，看他可不可以。各位，我们陪他一起再跳一次。今天第二次跳本草纲目了。陪孟桃跳一次，陪天宇跳一次。可以了哈，我可以试试。试试。五六七 ，Go！ 好，还没有，等一下哈，四个动作先。你可以做中文吗？这个哈，对，好，还有低吸，低吸。五六七 ，Go！ 踢起来，胯打开。好快啊！你才知道，我可以做更快的呢。我刚开始给他多练几次同一个动作。好，五六交换，腿提高，对，腰提高，再来一次，很好，跟着跳起来，各位 ，Come on，one two， 五六，来腰间，往前。看到脚，换左脚。嗨！这强度好大啊！我们考一考奥运国手。交替，二、三、
四，腹气，可以吗？走，吐气，再来一遍了，从头开始好不好？带动，五六七换，二，快打开，可以吗？可以，加油，走起来，二，三，再一个。一次，五六七换，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线马甲线我想要，来左边，哎呀，各位看到你们以前的样子了吗？五六七换。最后，还有，再来一次，五六七，停，好了，休息一下，好累啊，这小伙不行了，还得练跑，小伙，这小伙不行了，小伙好累，小伙不行了，感觉如何？好累，好累，好累啊。好嘞，累不累？累累累，可以吗？各位，还满意吗？觉得他如何？怎么还是有人说你很棒啊？好了，大家还是雪茹的眼光是雪亮的，雪亮的是。他太累了，他一直问我说好吃吗？在跳车的过程当中问了，回头问了我三次，好吃吗？他想吃一下新疆的哈密瓜。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补充一下。确实，大家，今天我跟你讲他们为什么累。我们今天从早上一直录到刚刚，刚刚，刚刚。确实哈、哦，我觉得。你还是算是坚挺的，很坚挺。我跳了三次，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没有感觉累的感觉。对呀、啊，我喜欢学习，就是我在你们后面学的感觉特别好。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对吧？我非常喜欢。你是不是想要让他再来跳一下那个蛇舞？蛇舞那个女神操，那个、很猛。要不要先跟他先女神操来一下，看他可以，再蛇舞，帮他。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女神操，各位一起来。他要你再多跳一个女神操，然后再加上一个蛇舞。蜜语吃瓜在旁边。对了，流汗上雨，高天你是不是滑水？你看到了吧？就在旁边当没有，怎么会滑？吃瓜群众，吃瓜群众，让把这个我的位置让给这个，你看可主持上啊？对对对，什么梦？哇，什么雨婷？这是雨婷。亲爱的，我们刚介绍了半天，就连人家名字都记不起来，你再跟他自我介绍一下。等一下叫什么名字？好的，不是，我不是说他，我是说他。天宇，对，天宇，对，天宇啊，谁是雨欣婷啊？哪来这个人、啊？没有，刚才吃瓜的时候有点艰辛，被他们蒙住了，我都理解。我没有说，刚刚那一段。靠，你语非常好记。对，高天宇，从开始，好了，高天宇，对。孟涛，好了，来了，我们来个女神操，大家先缓一下，女神操好累啊。OK， 你也跳快，你也快跳，在干嘛？我，哇，哇塞，高天宇，我跟你讲，待会等一下，跳完跳得好，这就是你的奖赏，就是你今天的奖赏了。这个、各位看一下，我还有热的新疆的羊肉串，对，热乎乎的，热乎乎，还有太香，我都闻到味儿了。但是我们这个下播下播下播才能吃，对对 对, 对，来来来 ，Come on，Let's go， 要不现在开始吃吧，快。女神操，跳起来很简单。我跟你讲，屁股先微蹲，跟我一样，然后往左右，对，可以吗？对，摇大一点，很好，加油，各位，来听，今天大家陪你们一起来跳操，各位，天宇、孟涛，两位奥运冠军陪着大家一起，请大家多给你赞，没事的持续按赞。给他们看到你们的热情，男孩女孩们 ，Come on，Let's go， one， two， three， 来加手，我这个抽象了这个，哎，你走开，在我旁边吃，快，我三头。
加油，你可以的，手肘向前，五六七，动不了，下，可以的，下，上，再一次，下，对，下，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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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可以吗？跟上了吗？再一遍，加油！来吧 ，four, three, two, one, go！ 手心向上，像二头弯曲一样。再一次，嘿嘿，三头。吐气，向上。哎，这个我记明白了，可以吗？可以。等等，他们运动也很快，马上就能跟上了。加油，各位！来摇一下，调整呼吸。摇起来。我们再来二头、三头，然后下上一下，调整呼吸，一次一次来，动作调。手臂、腰、臀一起练起来，够！吐气，快，够！三头，再一个，向上，吐吐，右左，再一遍。哦呀！哇！耶！怎么样？酷！他跳的好不好？贼好，刚刚好。可以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呢？我也这么觉得。他们呢，在一件事情不熟悉的时候，他们很快能抓到要诀，然后就能跟上。这个是运动员的特性，不是吗？对。对。今天呢？肢体非常的协调。今天我们就要挑战一个难度的比赛。嗯。本来呢，其实。保险那样就好。他说：“哥，我来挑战更难一点点的。嗯，万一我不成功，你后面你就安全一点点。来保分，保分，就很聪明哎，很好。然后摔得我不行了，卡了，对卡了。待会儿我们现在呢，女神操只是给你暖身一下，接下来这个考完，你还能够过关。我讲老实话，嗯，他就算是厉害了。”因为这个蛇舞很多人栽在这个直播间，即使是武术高手也栽在蛇舞的上面。中奖啊！对，刚刚孟桃刚开始第一轮也没有掌握，但第二轮他就能跟上了。对，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我就第一轮了，我是第一轮了。你第一轮怎么样？跟上了，对，很有自信啊！来，蛇舞跳起来 ，Let's go， 好不好？各位，再来一个蛇舞，一起动起来。太有意思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热闹，我两个。好男的小伙伴，一起来跟着我们跳操 ，Come on， 加油！这很难吗？进来一点点，进来一点点，对，好，你前面一点点 ，Come on， 来哦，我站这边哈。这个六七六，舞蹈的舞啊。胸，我们再弄分心了，臀部，你不是你第一遍就能跟上了吗？你这舞没想到啊！再一个，摇起来，动起来，不起来。有引力，走走走走走走，再一次，走走 ，Come on， 摇起来，加油，各位！再一个蛇腰。胸
再一个，我不能看你跳，我会忘了跳什么。臀部，再一次，加油，各位，扭起来。正起来。哦耶。走起来，再来。副歌。One more。加油！摇起来，小瘦子们 ，Come on！ 对，动起来，很好，加油！再一次，吐气，副歌。来，走起。旁边。OK， 怎么样？救命啊！你让我老婆笑到流眼泪了，是？好没好？你没有笑到流眼泪？你确定他们？你们跳得下去吗？还不错吧？是不是？笑痛了，然后眼泪都流出来。他说你们都喝醉了，是不是？那个扭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他刚刚太不协调了。蛇舞，他是在跳蚯蚓，蚯蚓。你知道吗？而且他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去哪边。他这样子，他这样，你都没看到，因为你不能看，对不对？他这样，好像喝醉了的蚯蚓，然后而且。这边很痒，这边也很痒。你别，那是谁不是喝酒喝到吐？我跟你讲，对他来说真为难他了。一个冰刀的这个算是竞速的运动员，他要在这个柔软度，对，来做到这样。一个男生确实不容易，因为你不一样，因为你本来做本来就会技巧，技巧，然后再加上你经过乘风破浪姐姐的这个训练。行，我们给他两个台阶就差不多。两个台阶差不多。两个差不多，帮再给他。我给你打个面子的机会，好，最后一次了。好，这个你还是舞舞吗？不是不是，那这个如果你跳不好，那就是你有问题了，是吗？因为什么？他的这个竞技最厉害的就是臀腿核心，对，所以我训练这个，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这就考你的肌耐力了。好，看你呢，因为他一定有爆发力。对，现在爆发力展现得很好，就看他肌耐力好不好。大概三分钟做而已，三分多钟，核心的动作就臀腿，好不好？来 ，up turn， 来一下，我们再练一下臀腿 ，up turn， 把大家的心率拉起来，让大家明天礼拜一休息的时候，还有更狠，坐躺瘦，基础代谢拉伸，基础代谢拉提高，让你能动，让你代谢，好不好？你两位，这两位都是核心很棒的，这个很简单，就跟着我做蹲。蹲你没有问题吧？来，我在后面。你们四个正好。直播间容纳四个人了，五、六、七 ，Go！ 往左边，对，然后再转正面，二，往右边，对，你看，这就可以摸脚尖。来，这里冰刀最长寿的动作了，加油！腰挺直，摸脚尖，再再一次，很好。这他的应该擅长的了，对，哇，他动作做得很漂亮，还加手，来蹲 ，one， two， three， four， 换这边，二，三，四，再一次，没有，跑一下。五六，端走。对，抬头挺胸，一二。左边，左边，左边。再一次。Stop， 再一遍。加油，肌耐力的考验，左边，
三四，正前方，右边，摸脚尖，滑冰了，再一次 ，Oh yeah， 成功，三，换，二，三，四，再一次，跑步，五，六，七 ，Go。前面，再一遍，我再一次，走走，嘿嘿嘿，原地踏步，胯打开，再一个，五六七。调整呼吸哦，因为我们要最后一遍的蹲腿。再一个 ，1、2、3、4，Go！ 再一次，累不累？累，太累了。一、二、三、四，可以吗？必须的，加油 ！One， yeah， 很棒 ！One， two， three， four， 再一个，调整呼吸喽，准备最后一组。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三四往左边，正面，右边 ，OK。再一个，蹲。二三四，再一次，再一遍。二三四，跑起来，来左右跨步了。好，右左，前后，再一个。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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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还在，不行了，酷吧？还行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感受。好爽，好爽，好爽，真的好爽。他刚才来看一下，被我们抓上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好爽，好爽，可以了，对，可以了。今天考验对他来说应该够了，好久没这样动了吧？我要吃串去了，我要。我要吃串了，是不是？待会那个羊肉串饼都留给你了。好，好不好？再一次帮我们按赞一下。谢谢，哎，来，婷宇，来，谢谢 ，Come on，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莫导你还可以吗？我可以，他这样，我不行，我不行，我还可以，哎，孟导真的是认出来，发现到了，孟导，我再让你跳一回，因为你再跳一回，今天就要直播结束了，对，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几点钟了？现在已经。8:42了，真假的？对，今天怎么时间过那么快、啊？因为来的人多嘛，就时间过得快，所以呢，那你穿一下，这样子。我果然以后好了体力，我果然以后要多请点嘉宾来，所以你这样我在后面吃个瓜，烤个羊肉串，然后时间就过。瓜汁真甜。来，我们大家跳一个比较可爱的、啊、牛仔很忙，好不好？来，让他切一下。拜拜牛仔很忙，拜拜你干嘛跳？拜拜，快去吃串，待会见。晚点见。好，待会儿。待会儿直播结束，大家再去。今天难得了，今天刘教练要跟他们吃点宵夜，但我不一定会吃，但陪他们吃一点，一起来吃一下。好，加油，各位。加油。好好练，好好享受的生活。边关边老，全靠收口。对。重点的环节到了，我们要顶住下播。顶住。加油 ，Come on。一起来，刘仔很忙，简单的动作。如果你刚进来，帮我们设下关注，然后呢，领左少奖的福袋，跟着我们起跳，起来 ，Go！ 手搭向上，对，简单的动作，跟着我们起跳，双手双脚，拍上 ，Oh yeah！ 举手，单手顺利。
很棒，双手双脚胜利，世界第一，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我跳起来，往外，再一次，往外，踢腿，踢腿，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跳，我跳。加油，各位！欢迎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赶快设关注，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谢谢徐梦桃，坚持到现在，太厉害了 ！Go！ 再一次。双手双脚。OK， 举手。吐气，加油！再一次，我要特别好，对，双手双脚，会很开心，对，也很适合小朋友去全身运动，大人小孩一起跳起来，吐气，往外，右边跳下，左边跳下，走，载歌，踢腿。还没有踢好，我马上要结束。你这悠哉习惯，来，跳，别麻烦了，往外，吐气，再一次，加油 ，Come on。Let's go！ 前靠偏了，前靠收口。嘿，耶！好了，各位学了好多支舞，这样最后两首歌了，太棒了，就要拉伸了。各位，今天我们在新疆的第一次直播，哇，好热闹，很热闹，有耶！徐梦桃桃桃来陪我们，然后还有高廷宇也来陪我们，对。然后你累吗？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搞笑担当就是高廷宇，把大家给逗得非常乐。我跟你讲，今天他留了非常多视频会被人截走。我跟你讲，我们这些男孩女孩啊，大家也都这样过来的。对。但看到别人在走他们过去的过程，对，他就把它记录上来，发到网上面。对。耶！好不好？待会晚一点回去的时候，你们搜一下，就会看到很多他出糗的视频。对。好了，来，最后我们来一个踢腿的，好不好？让大家这个很开心。为什么？我们要最后一起像唱歌跳舞一样踢腿的感觉。我们还可以手牵手一起来跳，在新疆这个地方，今天我很开心，第一次认识到梦桃，就发现大家聊得非常，他是一个非常能交朋友的人。嗯，他一上车就噼里啪啦一直讲到下车，我已经是更会说话的人了，我丝毫没有太多的机会。没有啊，我发现你在这儿，你还是赢他一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讲，因为他是在这里，皇冠在这边，他给我点面子。他平常没有在这样的时候，留着的主场，留着对不对？了解了。来了，各位男孩女孩们，我们一起来踢一下腿，好不好？现在最后大家再撑一下，今天假日让大家全身燃整，明天可以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开始一个新的礼拜，加油！你们很棒，还有新疆所有来参与的朋友，我就在这边，感觉就在你们旁边，开心吗？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一起来跳。希望之后还想我去哪一个城市也告诉我，让我了解，让我知道。希望有一天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城市碰面。Come on， 加油！ Let's go！ 踢腿，简单的动作，踢腿，循环就可以了。点，你点错拍子。左脚，大姐都跳了右脚，这么久了，没有你不行啊！哇。我的西瓜，不用的。踢腿，很好。太，太。来，踢起来，踢起来。带我们跳踢一下。五、六、七、跳。跳。手牵手。手牵手。来。那么，来这边 ，Come on。对。一起来，旁边有人就手牵手一起跳 ，Come on。加油！吐气，跳，停。Oh yeah！ 往前，往前，
当换队形，我们六换队形，不愿意也有队形的组合了。五六七换蹲蹲垫蹲垫，再一次嘿，美美哒，蹲下，准备左右踢腿，耶，太厉害了！左右，对，哦，很棒！准备开合跳舞，再来一次，提高一点，加油！加油！开合跳，准备。五、六、七、八，跳，收放，自如，吐气，保持核心稳定，很棒，再来一次，六、七、八，再来一遍，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脚点。腰旋转一点点，很棒，嗨，再一次，很好，跳，再一个，加油，跳起来，很棒，吐气，转腰，加油，各位，坚持打保龄球，吐气，核心稳定，下背挺直，抬头挺胸，看着前方，最后保持稳定。再来一遍，很好，定格。哦耶！哇！呀，太帅了！贵！哇！今天我赚到了，真的。除了那个毽子舞，剩下我都是在这儿学的。真的？哇！你看，今天我要能跟下，你们也可以。真的。对，我看到他呢，真的。他的运动表现能力是非常好的，怪不得运动表现能力是非常好的，怪不得他是一个，他都能跟上。哎，对，我在旁边看，没有 lost 掉的地方，没有 lost 掉的地方。Vivi，所以你看，一个运动员他就是有一个很好在过去所训练的累积的条件，累积条件，当机会来临时，他就能够跳得跟大家水平是可能很多人要努力的，对，但他不是没有努力，是他在过去比大家早努力很久，对，所以他才能够得到在他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个成就。是，所以如果呢，好好，在镜头前面有很多这个小朋友，还有年轻的男孩女孩们，记得哦，做任何事情都要努力，努力，坚持，可以，坚持。最主要运动出汗，它会让自己感觉很快乐，快乐，开心，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现在就很怀念，就是我在队里的时候，我每天动起来，大汗淋漓的感觉。对，洗个澡，然后有的时候吃点西瓜。哎呦，我就这样，我告诉你，我每一次跳完操之后回去，我小朋友有时候帮我准备一个水果，有时候帮我准备了一点点吃的，比较好消化的。真的就在一个当中，说到西瓜，感觉西瓜，哎呦我的妈呀，妈这也辣到我们也吃了，哇。这西瓜好大一颗，比你的头还要大。我跟你讲，亲手破个西瓜给你看。不要吧！瞬间，手刀。不可能。我们平常在练这个手刀是真的有用的，你看一下。我没有办法，算了，不要在这个做这么残忍的事情。西瓜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啊！待会再吃啊！好了，来了，最后各位还有一首歌，我们叫拉伸了哦。我们最后来一个公公偏头痛，好不好？好。简单的。改善圆肩驼背，这个呢可以帮助很多你的朋友。这个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对对对，有吗？哈、哦，这个动作非常的有意思。手心向上往外打开，然后呢再来夹一下，最后背，练这个背的动作，往上往上这样的，其他的角度是这样的。这样，对，好 ，OK， 你就觉得背酸，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点。最后，好，跟着一起来，各位，简单的动作，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Let's go， 大家动的话开始了 ，Come on， 好，一起来，准备，
5 4 3 2 1 go， 吐气，再一次 ，Come on， 再一个，吐气，手心向外，对，扩胸，很好，外旋的动作，好，手心直向上的，手心向上，对，它成一个外旋的动作，夹背，在你的背部后方，对，往后夹，再一次。很棒，各位！简单的改善腿位很重要。来，简单的动作，很好就练会了。只要你愿意拿捏，你就不要再含胸、圆肩、驼背，没有精神，肩颈酸痛，不要了。用这个操来帮助你，来拉，拉背，拉起来，很好。再一次，五六，再 1 2。感觉被拉到了感觉吗？有拉，手肘抬高，斜方肌都有。对，再一个，这个斜方肌，对，抬起来，很好。对，从头往外，吐气，外旋，手心只是向上的。对，手心扩胸，对。对，打开来，对，五六七 ，go， 手心向上，加油，压一下，五六七 ，go， 对 ，come on，let's go， 各位，如果你刚进来，帮我们按关注，一起按赞，五，你要多久？七，八，换动作，再来，换动作 ，go。Come on， 吐气，练一下你的背，上棒的，走起，加油，对，走起 ，Yeah， 五六七 ，Go， 再来一下，吐气，五六七，来拉，最后像射箭一样，对，拉这个弓，对 ，Come on， 动起来。简单的改善圆肩驼背，让你抬头挺胸，昂首阔步。Oh yeah！ 哇 ！Yeah！ 哇！太好了，孟楠。开心。今天呢，已经8:56，剩最后4分钟。对。我们带大家做简单的拉伸，一个拉伸。嗯。你平常自己做什么样的拉伸？什么？都有拉肩，因为你如果练全身的部分，就都要拉。我先让你来。那这样今天让涛涛带大家拉伸，拉的正好，简单的几个动作，几个扭点下膊吧。对对对对对。好，4分钟而已。我刚做完肩，我先拉肩。音乐一下，对。我这一般静止的比较多。对对静止的。对对对静的。好。哎，你看，我看他做的动作跟我一不一样？真的吗？这是我们拉伸的第一个动作。可以给我计下时吗？那我们时间紧的话，因为只能做几个动作嘛。对。所以我们一个动作就20秒吧。对。25秒这样，因为时间。对，只有10秒。一个动作10秒。好，那我们。对，今天我让孟桃带大家拉伸一下 ，OK， 好，好，加油，我们现在拉伸呢，对，啊，换弄个深呼吸向上，走撑，哎，你看看，你是有看我在拉伸吗？我们国家队也是也这么拉，哦，真的，但是都有国家队跟我拉的是一样的，你看看，真的真的，对，先拉一下你的这个三头，好，换，对，再打开向上。对很好，各位，我们在7月3号晚上会有首场的户外跳操的直播，各位敬请期待。对，会。我们现在拉一下什么呢？手部向上这样。哦。然后同步拉下肩，拉下。哎呦。拉脖子是吧？对，拉那个。啊。他这跟我有另外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哦，对。对。这样也很舒服。对。这样后面是这样子。对你转过来给他看一下，对。手背放在这个地方哈，对，很好。好换。对，好，再换一边。OK。好，两个人之间这样，这两个人如果在的话可以这样。好，拉一下胸大肌。对，对不对？对，胸大肌。好，我们俩先配合。你配合很好。我自己的我就做这样子，拉伸一下。对。对。哦，就可以拉到胸。拉下胸大肌，放松下你的胸大肌。对，对。OK， 换手，可以很好。我这个背不行。哎，对我好像没，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地上做胸，所以我没有比较没带大家放松胸大肌。对，但其实你的胸部是你平常常常会用到的力量，很棒，很好。
或者家里墙壁也可以。我在我的视频应该都有教过，大家才看过。对，因为我们练腿了，因为没办法坐着，对，所以我们要拉下那个。好，股四头拉伸，你看，果然你看。你看我拉的都是国家队的拉伸，看到了没有？白里布的，白里布。侧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对，就是这样。好，夹的时候可以，那个，对。好，再帮大家拉一下你的股四头哦。好，对，绷住，然后还有。我平时可以这么做，哎，拉平胸肌，可以是吧？对。哎，你，而且你做的所有的顺序都跟我们一样，哎，真的，真的，白里裤子，非常好，感觉。你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吗？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对，就是因为凳子嘛，是吧？也可以这样，我们对，这里看不到，哎，对对，没关系，对，坐在地上，对，啊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这个放右脚，对，对对对，这样这样，然后最后腿后侧，腿后侧，对，你有做这个吗？有啊，哦，腿后侧，对 ，OK， 拉一下腿后侧。哦，你他怎么那么低啊？他是筋开腰软了，来 ，Vivi 往下压一点点，对，加油，你侧面侧面侧面。你看，不然他怎么做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你看，他的筋多软，我的妈呀！然后我们平时会压跟腱，其实跟腱也比较好。我觉得你下次来带拉伸好了，来，哦、没问题，跟腱，对对对对，好了 ，OK， 跟腱拉一下，对，哦，很好，对，其实跟腱也会酸，好，对，左右拉一下跟腱，好，谢谢。孟涛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他来参与，谢谢你，谢谢， yeah, 来跟大家一起在最后说一个再见，好不好？